那都唱到这儿了，小伟，对，是不是该你给大家唱一个？哦，哇，我今天主弹吧，因为我小时候刚刚看到《铁血丹心》了，这部电视剧是我陪伴我从小到大，我无论什么时候打开电视机，如果它在，我就会看，无论哪一集，无论看过多少遍，所以呢，我后来也会在我的琴上去一个人一个乐队把它弹出来，就特别喜欢。我今天就把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三部。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穿一个串儿，哇，来一个三步，好棒，来，太好了。
键盘是如何来负责低音声部的。